体育消息方面来看，韩国大师赛半决赛战报，成功抢下半决赛门票的我国男单和混双代表今天双双落败，结束了这次的赛事征途。今天迎战日本选手奈良刚攻大的男单自由人宋俊伟激战三局，但未能复制2017年中国大师赛的赛果，最终以是7-21、23-21、11-21原签决赛。至于四号混双种子吴勋伐和赖洁敏则对战33分钟，11-21、15-21，直落两局败给了中国搭档的强悍组合欧轩逸和黄雅琼，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两支混双将在明天的决赛上演内战。